是我们是第三次。这样会加分吗？但如果是男生送就不会被送，不会。男生送直接一拳给他。是因为今天是要去手臂点的日子，没有啦，就是有参加一堂课是地质调查，然后他会去恒春，那四天三夜的行程最主要是去挖石头吧，就是我之前有一部 vlog 前面有他的类似行程说明会的东西，那现在就是要出发了，这样就是四天三夜的行李。好，现在要去捷运站。我可能会啊，假黄牛，这是几人？你是热的。台湾中部跟北部看到的地层会是比较多的，这一些砂岩、页岩的这些部分，两万年前，只在两千。打一下光圈，开始呗，帮你目测这个陡度。哇塞哇塞！小心小心小心！他背后是写奇克吗？奇克加油！好轻哦！哦呦，干你！好扯哦！阿米，帮我拍一张。好。有点看错，因为刚刚一直调的有点黑。没事。因为我们有一门课要把教学影片，我不是那个人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你有另外一个，我有一个100多观看影片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把它下架掉了。Hello 室友们，这个图我画在另外一张纸上。好，这是纸上。对，画的图啊。那你可以画给我们。如果我画在另外一张。我也不喜欢写字，我在抄笔记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写字。我也是。我2年前还比较简单，我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哦。水深1000米以深的地方。
哦，打在那边。我觉得第三你说去跟老师说，老师我发现一个全新的石头，可以让我拿诺贝尔奖。我姐妹情深，可以看到将近4米到5米的这个珊瑚礁的表面，它表示说以前呢，这还属于以前。你看我刚膝盖很用力，一只树枝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里面应该破了。大的时候不是最喜欢挖水坑？对啊，我会去盖一个城堡再挖一下。所以你回去会在很里面。有料，你看这个，那个有料，有料，白白的，有料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 ，OK， 好，不要把它挖，不要把它铲爆了，有料，哎，在哪？有料，出来，出来，5、6、8、8。啊，这个加再加一个好不好？没有，别人就是这个，这29，这个算三吧，29。啊，还有这个你送我们的这个，这个你看它比大厨，我回一下如何？还好。要问，还笑，还笑，还笑。我曾经都会教这个。然后他是什么？烹饪系国系组。烹饪系国系组，我原来是谁要先吃呢？是资源有熟吗？好吃。Let's try the mushroom. It's like a sudden day, very fresh. Really good. And you, what is the best beer you ever tried? Say what you know. Well, maybe go to a beer bar. Beer bar. Beer bar. So there's some bars here that are like specialized in beer. Yes. Yes.然后他已经有一种有点想要寄望我考上公务员的感觉。哦，不想这样，老弟呀，哈哈哈哈哈，太多了，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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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想等一下要出去度假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最后一站吧。Hello， 谢谢。妈的，乌鸦嘴，讲这个。大家积极的参与，因为就是你们的评价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，对我们改进课程也是比较重要的。所以这一次的话呢，大家感想如何？我的腿要断了，我的腿也要断了。璇璇感想如何？好累哦，但蛮好玩。啊，你腿要断了吗？要。我刚刚照屁股超痛，是硬的。